们的口号，老师喊一下，然后你们就跟着喊：返家东，返家东，护家中，护家中，用热血，用热血，爱家中，爱家中。全嘉义现在有三座变电所。在嘉义市的十年发展计划，台电提出来是总共要盖六座变电所。请问嘉义缺电到底有缺到这种程度吗？还是嘉义人用电用得比较凶？这是历次我们的协调会里面提出来请教台电的，台电到现在没有提出任何数据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我们告诉他嘉东变电所这个厂址对面是我们大家成长的嘉中，是我们的大雅商圈，是我们的圣马尔定医院，这个地点并不适合，所以拜托台电可不可以考虑其他的地方。结果台电的回应是不考虑，所以我们要他提出非盖变电所的理由提不出来，我们希望他改变选址的地点他也不要，那我们希望他降低这个数据告诉我们他也提不出来，他只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告诉我们什么？告诉我们说非盖不可。刚刚黄校长有提到，在历次的协调会，包括上次二月十号的公听会里面，当时大家取得一个默契，是不是双方再继续沟通，沟通完取得默契以后再新建变电所？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，我告诉大家，我在三月四号收到台电的一个公文，台电告诉你说，我们的会议记录，双方取得协调共识以后，使得新建嘉东变电所，他说经查盖无此事，他说没有这回事，我们高兴盖就盖。台电的态度是这样吗？台电的态度应该这样吗？我们可以接受台电这样的态度吗？如果还要继续这个态度的话，我们不希望嘉义变成第二个苗栗大埔，我们也不希望嘉义人还要摆脱我们的理性，而要用不同的抗争方式。所以今天刚刚校长有提过，我们很理性的，我想我们副议员也在这里，这个已经不是党派的问题，这个也不是蓝绿的问题，这个是台电面对我们所有人民的态度问题，对不对？谢谢谢谢副大委员对我们学校一直以来都非常的支持啊，所以我们非常的感谢他，也今天能够亲自来出席。好，在台北只有六个豪高师哦，在台北他们是完全地下化，只有六个豪高师，在我们这边却要300多个豪高师哦，然后这么样不负责任，这么样不照顾我们嘉义市民的一个台电，他竟然敢说得出口，对人体没有害，这个真的是难讲一厢情愿哦，自己难讲家己的囝吼，不是家己的囝吼，把人囝死未了吼，不要紧哦。我们相信还有一些从外县市赶回来的毕业校友，你是毕业的校友的人，请站起来，毕业的校友。来接受大家的欢呼，谢谢你们哦，站在后面，好，欢迎你们回来。来，学长们，我们说。第一个理由是因为我们本身在台北就有参加一些环保运动，像之前板核市还有国公石化的时候，我们都有在其中担任一些职位的。那今天看到，因为我们得知这个消息是蛮紧急的，就是这礼拜四我们都知道啊，因为毕竟它是在我们母校的对面的事情，所以说。对，所以说我们才会要过来这样子，用我们之前学过的经验。各位今天在这边的贵宾、这边的乡亲，还有这边的学生，我们嘉中不管是现在在学，还是已经毕业的校友，那我真的都非常感谢今天大家来到这个地方，然后我也非常感动可以看到今天这样的场面。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今天是六月四号。本来今天晚上我应该在台北参加一个六四纪念晚会，但是为什么我听到嘉义这个消息之后，我马上回来了？因为比起广场上的坦克、枪炮、军人，我们有什么东西更可怕？是国家的意识形态、国家的隐形暴政、国家这种不顾人民权利、不顾人民的安危，在人民完全没有取得人民同意。
种行为，我们绝对不能，我们绝对不能同意。各位在加州现在就读的，还有以前的学，还有以前的同学，你们告诉我们，我们在学校里面学什么？我们学物理、学化学、学历史、学地理、学公民。但是我们最重要是要学什么？我们要学做人做事的道理。做人做事的道理是什么？诚实。我们要公平，我们要诚实，我们要诚恳。今天台电，你们有拿出这个诚意吗？你们有拿出诚意跟我们的这边的学生、跟我这边的教职员、跟我这边的乡亲做沟通吗？我们完全没有看到。我们的行动不能只是到这边，接下来还有什么？台电在6月8号的时候会动工，甚至在那之前。所以我呼吁大家，在加州的，在这边附近的，我们一定要努力的跟紧那边的状况。那同时，我们也要努力的，向台电表达我们的声明，告诉他们说，我们不是好惹的，我们要我们的健康，我们要我们的安全，我们要在这个地方永续的生存，我们要在加州这个地方做我们的学习，我们要成为真的对这个社会有注意的，我们物是未来的主人哦。那我呼吁大家一定要努力的，甚至组织起来，我们一定要去跟他们抗争，我们一定要去表达我们的声明。哦，他等级的风景下，哦，都还是有一只怪兽，一直觊觎着这份宁静，拼命想盖变电所来破坏美丽的大雅路。这只臭狗只会该该叫，说好的诚意呢？我们不要电磁波来破坏大雅上圈美好的环境。小狗儿，你给我滚得远远的吧！关我屁事，谁鸟你？我们家中的学生向来都是社会的精英代表，你们说对不对啊？我怎么可以被电磁波影响？家中是培育嘉义精英的地方，绝对不可以让他们进驻。我管你，我就是要盖。人们最后团结起来，一起击退他吧！大家一起反家东，护大雅吧！好，重一点哦，重一点。好，来，我们野猪爱上端端妹，跟大家谢谢。好，因为天气很热，好，是不是请大家快速移动？请大家迅速移动哈、哦，来，前面比较挤，有些同学可以站上来哈、哦，可以站上来。不加中，不加中，反加东，反加东，爱家园，爱家园，家中有电，家中有电，基因突变，基因突变，家中保定。今天呢，举办这一个记者会呢，最主要的目的的话呢，是因为我们接受到讯息说，下个礼拜三的话呢，台电的话呢，即将动用强大的警力哈，然后在那地方里头的话呢，要动工。那这个部分里头的话呢，完全违法我们之前2月10号里头所召开的那个会议的决议，由江立伟的话呢，决议说，在没有获得了所有的居民的共识之前来说的话呢，绝对不可以进行贸然的这样子的动工行为。我们的话呢，也会在有礼拜二的时候的话呢，会召开的一个公听会的部分里头，即将有经济部的那些官员们下来，然后的话呢，也找台电的人员里头来说，针对这个事情里头，在我们的这样子的公听会里头，可以做出一个决议出来。那希望大家的话呢，可以注意到我们家中我们所有社区人民的声音，请加东变电水务必，请你一定要搬走，我们一定抗争到底。谢谢。